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芒果王牌真人秀《乘风2023》自开播以来，可谓是话题度满满，不管是舞台表演或是真人秀，都不断把节目的热度推上高潮。而浪姐四终于在早前落下帷幕，最终十一个成团排名依次为 C 位 L 儿陈嘉桦、刘亦云、美伊利牙、谢娜、知福、刘惜君、如珠、卢靖姗、黄丽玲、贾静雯以及龚琳娜。众所周知，在《浪姐四》收官后，将由皮哥第三季接档上线与观众见面。据悉，目前皮哥三在最近也刚录制完二宫舞台。对此，在网上流传的各种路透和消息，都让节目还未播出就已收获一大波关注。而随着《浪姐》和皮哥两档节目的火爆出圈，芒果的综艺霸主地位也变得不可撼动。看准这类节目所获的红利，虽然《浪姐四》才刚完结，但节目组也已迫不及待拟定住下一季嘉宾的人选。而从网络上流传出最新《浪姐五》嘉宾名单来看，新一季姐姐人选可谓更豪华，而且还邀请了韩娱和二次元圈的女神。据悉，新一季人数上多了几位，成为36位姐姐的竞技。毕竟人数的扩充，才可以让节目竞技变得更加残酷，淘汰人数更多，这也可以成为节目特色。19位内地姐姐，新一季36位姐姐中有19位内地姐姐，她们分别是王小佳、刘美涵、徐璐、杨采钰、秦海璐、乌兰托亚、谢杏芳、何浩、海清、陶虹、杨蓉、刘敏涛、唐艺昕、张扬果儿、潘雪、蒋梦婕、鞠婧祎、齐薇、李小璐。这里面不乏许多具有较高话题度和流量的姐姐，像是唐艺昕、鞠婧祎、杨蓉和戚薇等等。尤其是戚薇，是之前几季一直都有在受邀名单中，有传原本是要参加第四季的，但可惜当时在备胎生子，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参加。5位台湾姐姐，至于台湾的姐姐也有5人：卓依婷、安以轩、梁又琳、谢金燕、郭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名单中有因老公涉非法赌博案被逮捕的安以轩，但近日被发现参加商演，参加的可能性很高。另外，郭靖早前已经参加过《生生不息》宝岛季分会场录制，所以参加《浪姐五》的概率非常高。5位香港姐姐，除此之外，香港姐姐更是邀请了莫文蔚、文咏珊、红星、如音、叶蕴仪。不管是凭借电影《消失的她》人气爆火的文咏珊，永远的紫霞仙子朱茵，港风女神红星，或是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莫文蔚，都让人期待值爆表。7位海外姐姐，不仅如此，鉴于前几季来自国外的姐姐为节目超高的热度和流量，所以新一季节目组也将下重本邀请7位来自海外的姐姐：韩国 IU 李智恩、日本花泽香菜、美国斯嘉丽、马来西亚四个女生 M Hello 组合成员之一的阿妮邱燕妮、越南黄垂玲、泰国平彩娜、新加坡郭美美。看到这，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兴奋尖叫了呢？尤其是还邀请了被称为韩国国民妹妹的 IU， 泰国的女神平彩娜和一首洗脑神曲《叮叮当当》爆火的黄垂玲都在名单内。有鉴于在《浪姐四》美伊利牙掀起二次元风潮，所以新一季将请来在二次元圈号称甜妹的花泽香菜。虽然她本职是声优，但也推出许多音乐歌曲，尤其是一首《恋爱循环》更是成为大家心中糖分超标的神曲，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再度掀起新一波的热潮啊。另外，《浪姐五》乘风见证人曝光的是人气小生的任嘉伦，不再是黄晓明，至于主持人一样是齐思钧。看到这，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位姐姐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